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特快车》，我是王明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啊，台股小跌20几点，不用害怕哦，拉回又可以买股票喽。一样哈、哦，怎么样快速大赚啊？你们就奇怪哈、哦，老师啊，最近的行情啊，不是在盘整吗？上上下下，上去又打下来啊，为什么可以买？再强调一遍哈、哦。行情不好操作，我们可以改变做法，利用短线来创造更大的利润了。来，这叫做抢钱行情，要抢得很开心呐、啊，而且每天都有哈。待会我会证明给你看哈，我所有的操作一定有证据，一定都有依据，你一定买得到卖得掉，一定会带进带出。那待会我会一档一档证明给你看的。来，今天就27点。成交量749亿哈，指数跌破9400，9393，我只能送你三个字：欠便宜。今天落跌三天啊，请问你告诉我，在跌之前谁告诉你的？谁有没有跟你预告台股要修正？那今天已经跌下来，你还要害怕吗？拜托，不要再害怕喽。来，捡便宜，我每次都事先预告哈，这我都有讲哈，技术性的修正。台股现在在进行的是技术性的修正，所以说呢，不用太久，它马上就会怎样？它不会很久了哈，所以要利用急杀、逢低、捡便宜，这个我都有讲哦，而且我每次都是事先预告哦。那、老师干么呀？来，来，这1月26号礼拜一，一月底的时候，我怎么告诉你的？还没跌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修正波，而且快又急。请问你告诉我？你相信吗？哎、老师，要上万点啊！上你一个偶尔安吉啊！来，1月27号礼拜二，指数还在涨哦。我老师，你哪会无准？啊，你不是足准的？我跟你讲啥？我讲啥？快又急啊！这个修正波又很快又很急。啊，你不是讲很快，啊，佫很急？啊，到底哪里快？啊，无路啊，有没有？好来，重点来了哈，重点来了哈。1月29号礼拜四大跌107点，你害怕吗？你怕吗？1月30号礼拜五再跌64点，创新低，你怕吗？我说你还会怕吗？你跟我讲，从一开始你就知道它要跌了，而且你还知道它会很快，而且又很急，而且我还告诉你它会跌，看好你就不要怕跌。当你知道它要跌了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可不可以事前做好准备动作？可以啦哈。跌下来要不要害怕？不用害怕哈。台股果然进行修正，预料中的是乐观其成，他杀他的，我们赚我们的。二月号公开预告，开始捡便宜，不用怕跌，不跌怎么会有买点？喂，老师啊，请进来，够硬啊，跟今天很像哦。涨25点，请你大胆的买；涨61点，完全命中；再涨65点，你说我好准。然后你又开始要追高了，对不对？2月5号礼拜四公开告大串卖，我有没有事先预告，还是事后才在马后炮？你敢一想哦，谁才是在真正的帮你赚钱？你又跟我讲哦，老师你到底在看盘不？啊，不是啊，美股都狂飙呢。我当天看完你的节目啊，我都很替你担心呢、啊。我说哦，你真的不用替我担心哦。当天我也有在看美股啦啊、哦，重点一下。美股就算大涨，我还是告诉你它要拉回了。我前一天卖股票，有没有？当天晚上的美股大涨，隔天会怎么样？一定大涨吗？我隔天继续卖。2月6号一大早，我还叫你不要去追高，你要买的，请你等拉回，等急杀。啊，干嘛呀？啊，老师啊，昨天晚上，前一天的晚上的美股全部都狂飙呢。我说的，它不会不来啦。2月6号礼拜五开高走低，你意外吗？那老师啊，跟美股大涨呢，美股大涨呢，为什么它要跌？我没有跟你预告，我没有先跟你讲，这你都知啊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你意外吗？你会很意外吗？昨天再跌34点啊，今天呢，我跟你讲正常的哦，今天只剩下27点哦。从跌55点到剩34点，到今天只剩27点哦，开始要捡便宜哦。不要说我被说我没讲哦，
我跟你讲啊、哦，有些股票啊，不用等到最低点，它就开始要飙了哈、哦。我还在强调一遍哦，很多人会讲说哦，老师最近行情不好操作了，哪里不好操作？钱是用抢的呢，请问你告诉我，可不可以改变操作方法，让自己每天都有赚钱的感觉？怎么做？你可以操作短线啊，短线飙速度，短线操作它也是一种操作策略，力求快速大赚。只要你一看到机会，你就可以马上出击，赚到钱，你随时都可以跑。那请问他说，短线赚不赚得到？当然赚得到啊！再讲一遍哦，再强调一遍哦，所有的操作一定有依据，所有的进出动作，买进或卖出一定有证据，这才是投资人获利最大的保障，对不对？不是今天跟你讲这一档股票，我买了几张，我家的小猫买几张，我家的小狗买几张，那所以说他要飙，鬼扯淡。你要告诉我你在哪里买的吗？为什么你从来不讲你在哪里买的？为什么你永远不告诉我你在哪里卖的？跌停板的时候你就躲起来，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所以说呢，我们给会员三大保证：保证带进带出，买得到卖得掉，保证绝不落单，所有操作一定有凭有据。那重点来了，没有人告诉你股票一定要赚五成赚一倍哈，行情在震荡在焦灼，我改变操作策略，我用短线来求快速大赚，那我怎么做？很简单哈，我已经做给你看了哈。上礼拜我带你买影台，上礼拜的影台啊，飙了一个礼拜，只有礼拜五没飙了啊。我礼拜四就带你卖的啦，过程不重要哈，这上礼拜赚的啦哈，飙上来了，已经狂飙了，已经连飙四天了，已经涨三根涨停板了。二月五号，影台这一天已经飙到波段新高了。二月五号礼拜四，哦，还记得呢哈，我有叫你卖股票哦，我有事先预告哦，所以说在操作上我也会做同样的动作。二月五号礼拜四，快速大赚，影台创下新高，个半基涨停板我带你卖，我是一大早在这里卖哦，不是在这里哦，所以说隔了半个小时之后，你卖的点跟我点的一样哦。好，来，影台，什么会员？普通会员呐哈，很多人一直在问呐哈。到底要参加什么会员才会大赚？我也不知道要参加什么会员才会大赚呢、啊。反正就是会大赚的、啊，所以说不要再问我这个傻问题了哈。来，影台，今天创下波段新高，快速大赚，可以在此处获利落袋。二月五号，二月五号就是这一天了，有没有？礼拜四了哈。那为什么要卖？重点是来，我刚才讲过哦。短线力求快速大赚，当我看到机会，我就马上出击。当我赚到钱了，我想什么时候跑，我就什么时候跑啊，我高兴跑我就跑嘛。可是如果还没跑，你看到下一个机会，马上换股增加报酬，看到机会再度出击。来，我们做给你看哈，伟翔，来，这是二月五号，影台创波段新高，获利落袋，一样是普通会员。超级新苹果标股6185伟翔，此处买进多单四个头，不，多单四个月的大底刚要发动，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它要飙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咱弄来的，这二月五号哦，天空老师啊，这比中乐豆还开心。我前面买的股票连续飙了好几天，当天涨了半根涨停板，卖掉之后回来买这一档股票，当天狂飙 8.5%。就是我们的6185伟翔，哎、啊，有没有票？有没有买？哦，你会发现哦，所有的操作一定有凭有据哦，不是今天随便拿一单股票告诉你哦，我家小猫买500张，我家的小狗买300张。啊，重点来了，你买，你为什么自己不买？叫你妈，叫你家的小猫小狗买，然后呢，涨了一大段，结果跌停板你又不讲了，你又不告诉我你在哪里卖的，很奇怪哦。卖影台，买伟翔，伟翔狂飙 8.5%， 有量有价，要多少有多少，飙到快涨停，当天一次赚两趟，赚完隔天继续飙。二月六号礼拜五台股大跌55点，探哥你要抓狂啊！我老师怎么又涨了半根涨停板？有没有每天赚？是每天都在赚钱，快速大赚。
短线我们要求的就是快速大赚，看到机会马上出击，赚完就跑。只要看到下一个机会，不管有没有赚完，我先赚钱，先落袋，先去锁定下一档，马上出击。赚不赚得到？一定让你赚得到了哈！有没有？2月9号、2月5号狂飙，赚完引台再赚伟翔，当天赚两趟。隔天伟翔飙半根，台股拉回继续飙，在隔天台股再跌34点。伟翔继续飙，而且创新高。当一档股票啊飙了3天啊，就会有很多人告诉你它很飙，然后开始叫你买股票，对不对？那我跟人家不一样了哈。我喜欢在股价狂飙的时候叫你卖股票，而且公开预告，哈，三大保证，保证带进带出，买得到卖得掉，所有操作一定有凭有据，你收到跟我收到的才是一模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这才是获利最大的保障啊！你说什么道理？卖，因为他已经狂飙了，是不是上一个礼拜赚引台，礼拜四卖掉，换到伟翔当天狂飙8.5%，礼拜五再来半根涨停板，你昨天再飙创新高卖，啊，你就会问了，我老师啊，啊，我今天又创新高呢，今天有创新高不？有啦哈，还在创新高哈，这只证明一件事情啦啊，证明我的股票真的很会飙啦啊。啊，很多人讲说，老师啊，我看你的节目吼，我隔天再卖，我今天再来卖，我卖的比你还高，我赚的比你还多，一样啦啊，恭喜你啊，我不介意啦啊。重点是什么？但是你不要以为哦，这样子你就一定赚的比我还多啦啊，因为我昨天卖伟翔，一定有我的目的啦啊，看到机会我就会马上出击。那伟翔我就会先跑，我老是贪这多呢，会当走无？会当走无？好来，伟翔连飙3天，再创新高，再度大赚，获利落袋，有没有赚？有哈。那重点是赚，赚了之后怎么样？2月9号这获利放口袋哦。然后呢？2月9号礼拜一，引台连跌3天，我再买回来。老师，你又把引台买回来了。昨天我怎么告诉你的？他来回测缺口，又是底部。我还告诉你不要再杀低了哦。你每次都要杀在最低点。导光板大转机，这昨天2月9号嘛，3573引台接近24块缺口，加上回测颈线止住，买回多单。这是我昨天告诉你的哈。因为他来了缺口了，你不要再杀鸡了哈！我有讲哈，是怎啊跟你讲诶？这里飙了3根涨停板，上礼拜四叫你卖，然后跌了3天，昨天跟你讲来到颈线，大底确立。请问你告诉我，这底是真还假的？这底当然是真的啊！那请问你告诉我，如果这一段拉上去你没有掌握到，那你要不要去追？你不用去追，你等它掉下来在这里买，就前一天了哈，涨啊了哈，有哈有哈有哈，买回来。那买回来之后呢？会发生什么事情？这是2月10号礼拜二，今天台股跌27点哦，拉套快要涨停板啊，是不是大家拢赚？我咧这机关咧一直赚啊，而且又赚了2趟。请问你有没有赚？请问来回操作会不会大赚？他当然会大赚啊！所以强调一遍哈。你以上所看到的所有的操作一定有依据，所有的进出动作一定有证据，这才是获利，你这才是你获利啊最大的保障啊！不是每天鬼扯淡哦，这个我做不到哦，这我不要啦啊！什么鬼什么谁买几张，这不重要啊，重点是你有没有买，是你有没有买嘛？那波段呢？波段也一样啊。很多人喜欢买一档股票，然后就一直追踪，一直看好，一直爆，一直加嘛，那个没有意义啊！我要强调一遍哦，真正波段的股票，它也是会有休息的时候，所以说你要懂得利用价差来回操作，把成本降低。它涨3成，我们赚5成；它涨5成，我要赚8成；它涨7成，我要赚1倍，可不可以做得到？当然可以赚得到啊！我们大波段飙股加盈，请问我有改变我的看法吗？请问我有因为调节我告诉你我看坏它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的破案单不会卖，我的波段成本太低啊。
三尊头肩底打完底，准备要发动，有没有？这是不是起标的预告信号？当他准备起标，我跟你讲，他准备要发标了。哦，那重点来了，你一定知道他为什么会标，所有操作一定有依据。如果你连一档股票它为什么会飙你都不知道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敢买吗？而且你还知道它起飙点在哪里哦？1/12一大早我带你买嘉盈，有没有？你放心啦，一定买得到啦，而且要多少有多少啊，先买先赚，当天大涨，隔天涨停，再隔天创第二根涨停，连飙三天，有没有？21号买。买完大赚，隔天涨停，再隔天再涨停，再隔天再创新高，连续飙了4天，几根涨停板？3根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因为老师老是行情不行情啊，台股上上下下，跟你没有关系哦。嘉盈1/27号礼拜二拉回来买最低一定赚，好，因为当天我买最低点。哦，从刚才啊，从你节目刚才看到现在啊，都是普通会员哦。超级大转机6135嘉盈，可利用拉回挂价买在20.9，上下0.2元加码，新会员把握上次机会。如果你没有波段单的，那下一次你再出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当成波段单，你就出一半就好了，然后来回操作，有哈？啊，是不是买上低点？直接发call讯，15分钟后来躺在这里半个小时，都在20.9，你不要说你买不到，收盘21.25，当天买完马上赚。隔天飙到快要涨停板，我再带你卖一趟，因为飙到这里嘛，飙了4根涨停板创新高，来到22.6，我带你卖一趟，我的波段单根本就不用卖啊，会怎么卖？然后来回操作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老师你卖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跟着卖嘛。1/29号礼拜四，我前面已经有预告哈，跌84点，为什么会跌？你都知道。那请问你告诉我，你是看节目的会不会赚？台股跌84点哦，它连跌都不怎么跌哦，都不想跌哦。你想卖，随时卖得掉哦。1/30号，礼拜五，来到22.5，差一毛就是我这一波带你卖的高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哈，22.6哈，当天拉到22.5哦。那我在这里叫你卖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会不会在这里追？你不会在这里追啦，而且我还告诉你不能买啊，你要买要等它拉回，这样好不好？可以哈。好，来，有没有拉回？有哈，2/22礼拜一拉回到波段低点，我带你买哦，我还告诉你，买在这里的未来都可以成为赢家，有没有？有哈，可不可以买得到？我们老师，你是不是又买在最低点？我这次没有买在最低点啊，那很多人买在20块以下了哈。2/3号礼拜二开始大涨，2/4号礼拜三拉高，然后开始做震荡。2/5号礼拜四再拉涨停板，一路锁到底，有没有创新高？台股大跌创新高，然后这两天在整理。好，我还是要强调一遍哦，高档整理，波段看好啊！跌27点呢。你们老师会告诉你他的股票怎么样吗？看哦，为什么这一波要做？这个叫邪恶第五波，来往前推哈。K D 月线出现3次死亡交叉。第一次出现黄金交叉，这3次黄金交叉，来都有个特性哦，都是股价飙涨哦。第一次出现黄金交叉，股价大涨3倍；第二次出现黄金交叉，股价又大涨3倍。那这一次呢？好，来重点来喽，波浪理论大家都看得懂了啊、哦，这叫第一波、第二波、第三波，再压回来第4波，这一波再拉第5波，现在只是拉起来而已哦。第5波，所以说这个叫做邪恶第5波，你说它会不会狂飙？所以说为什么叫做大波段？哦，至于为什么它会飙，不用再赘述了哈，没容易吸干了哈。再强调一遍哦，来回操作让你赚更多，不知道怎么做的没有关系，给你最大的帮助，最强的股票，让你快速大赚。如果你想大赚，待会广告时候把电话拨通进广告。碧潭山水。在门外天天上映，新店捷运在身边来回穿梭，澳洲 PTW 国际团队将游艇变建筑，碧潭水岸捷运景观宅。
双水湾，2913-1333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得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您心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。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，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；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小戴开心的开着车，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出去旅游，不妙哦！卫生安全带致死率为有线安全带的3.6倍，安全带应该确实绕过肩部，以斜向通过胸前。小朋友要避免安全带缠绕颈部，孕妇使用安全带应将腰带移至腹部下方，以免撞击妨害腹中的胎儿哦。安全带的新幸福，紧紧系住全家福，高工局关心您哦。欢迎到我家现场啊！想清楚，只有谁可以帮你赚钱？再强调一遍哦，不要再错错方向哦，一定要买对股票。股神告诉我们，你将来有多少钱，就决定在你现在决定啊！因为只要赚30%，只要赔30%，一来一回啊，一个月就会差1倍。可不可以做错？绝对不能做错啊！再强调一遍哦。那请问老师，你告诉我，行情不好操作，可不可以改变操作策略？可以啦哈、哦，可不可以利用短线来达到快速大赚？你会发现啊，原来啊，做短线赚的比做波段赚的快。为什么？有时候你报一档股票你报到时间漫长，破个当时你又不知啊。看到机会马上出击，赚完就跑，来继续延续下去呢哈。还是一样哦，每一档股都一样，一定有依据，所有的操作一定有依据，所有的进出动作一定有证据。我给你三大保证，来。1/23号礼拜五，亚光没人要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要，因为我连买3天了，从40块一路买到快41块，再一路加码到42块以上。请问你会不会大赚？每一趟都赚了，每一趟都赚了。1/27号礼拜二涨停板，哇，专七牛龙中跟你讲，他有亚光，全市场都说他亚光大赚，全市场每一个人都告诉你知道发动第一根，废话，谁看不懂？青迷嘛，看有嘛。打完底发动嘛，那你有没有先买？你有没有先买？谁带你先买？隔天创新高，重点来了哦，亚光创新高，加码单、短动单、全数获利都在只留波段单。为什么这样做？哦、我一次买了3趟哦，通通都赚钱嘛。重点来了，当我看到下一个机会，我要不要先把加码单？我要不要先把短中单卖掉？要了啊、哦。因为下一个机会一出现，我就马上出击。看到更好更慢的股票，我就带你马上出击。好，因为我一大早带你买微星，有没有？看到下一个机会，赶快出击，马上大赚，然后再把它卖掉。因为我又看到下一个机会了。短线力求快速大赚，一定是看到买到赚到。然后亚光2月2号礼拜一创下波段新高。全数获利放口袋，赚得好开心，有没有？请问你要说，现在还有人跟你讲亚光吗？哦，就痛苦，因为老师啊，到底会不会飙啊？怎么躺在那边躺半天呢、啊？我们都不知道已经赚几趟了，有没有？把获利放口袋，然后再去把微星买回来，有没有？底部。2月3号正式发动，2月3号礼拜二再飙快要涨停，老师 daily 抓有个坦啊。2月4号礼拜三再创波段新高，这个时间点你会说，老师是不是要卖？不止不卖，还要反手再加嘛？有没有？
2月6号，这2月4号、2月6号再创新高，卖大赚出场，有没有赚？有啦啊、哦，是每一趟都赚。一样的道理哈、哦，上礼拜带你赚引台，卖完做伟翔，伟翔再大赚，回过头昨天再买引台、闽台，今天又狂飙，有没有赚？一样哦，给你最大的帮助，最强的股票，热量大赚，拿起来，交到明松老师那里，让明松帮你赚大钱，祝你操作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我不只有车，我还有司机。认真负责人，酒后不开车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厘清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，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，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，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黄金双捷运，五站到大安，南市角生活圈，台北时尚，一至三房，02-9486777。位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